走，别往下看，大步大步的往前走。想要踏上世界第一高峰，我有信心。队长，请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严队长就是完登十四座高山的神人了，挑战人类最大极限。冰峰，还叫人队上山。把绳索搞断吧。武德队长意外遇难，他们已经成了山的一部分，就这样结束。我们走吧，我们一定要带他们回家。忍受零下25度酷寒，我们的目标不是登顶，因此不会得到任何荣誉或奖励。不求记录，只要我们往前走，就能开出条新的路，不计代价。掉下去，我们都会死。真人真事，最热血感动的救援行动。队长，周六黄牌影院，喜马拉雅《返家之路》10月22日卫视电影台荣耀首播。